2000頭以上のトドが北海道の島に集まる。北海道の一番北にある宗谷岬から1キロぐらいの海に人が住んでいない弁天島という島があります。29日、弁天島の上や近くの海に2000頭以上のトドが集まっていました。トドは冬になると北の方から北海道に来ます。そして暖かくなって北に戻る前に弁天島にたくさん集まります。専門家は1000頭以上のトドが一つの場所に集まるのは世界でも珍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弁天島の近くでタコを取る仕事をしている男性は、トドは可愛いですが、カゴの中からタコを出して食べるので困っています、と話しています。おととし4月から去年3月までの1年に弁天島の近くでは、トドが原因で6億円ぐらいの被害がありました。啊，大家好，我是邱老侯。好，那我们看见这一篇哦。好，你先拖一九哦。好，如果哦，拖抖好，我们先看这个字哈，拖抖，拖抖就是我们那个台湾人讲的海狮哦。好，你看一下，拖抖就是海狮哈。海狮知道吗？哦，好，看一下照片哈，然后你刚才那个头有没有？那个头是动物的单位哈，这个头头是海狮哦。好，我们一般的野兽哈，那种哦，野兽叫 kimono，哦，kimono 就是野兽哈。那我们属野兽的话，我们一般是用 hiki，好，几匹哈，这个匹就是几只，然后 hiki 是比较小的，好，比较小的，可能是猫还是狗，没有，比较小只的，还是猴子，好，比较小只的我们用 hiki，那音变的话会变 piki，嘿，OK，比如两只猫 nego，啊 nego。你 hiki，哦，那口你 hiki 就是两只猫，有没有？啊，如果比较大只的吼，我们的那个动物单位我们就用头哦，比较大只的像什么老虎啦、熊啦、什么鲸鱼啦，那种比较大只的我们就用几头这样子。哦，那海狮是好像蛮大只的啦，吼，海狮应该可以到好几百公斤哦，哎。好，那往下看哈，好，所以你先拖一九哈，我们数字加一九，我们就翻超过，所以超过2000头以上的 total 哦，total 的海狮，Hokkaido no shimani 哦，在北海道的海哦，不是，这个北海道的岛，阿兹玛鲁，阿兹玛鲁是自动词哈。集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叫做阿兹玛鲁。哦，所以有超过2000只的这个海狮在北海道的某个小岛上聚集，这样子。哦，好，往下看。Hokkaido no ichiban kitani aru 哈，好，kitani 是在北边，哦，尼亚鲁是在，哈，前面加什么地方是在来，这是句型，哦，所以。在北海道那一级棒是最哈，在北海道最北边的哦，宗谷 岬哈，那个叫钟鼓峡哈。好，我们这个哦，这个字哈，这个 岬 就是我们中文讲什么天涯海角的海角哈，这个字在日文是海角的意思。那宗谷 岬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哈，就是。在日本最北边的哈，在北海道最北边有一个叫宗谷 岬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哈。
好，我们看 Soya Misaki 哈，哦，这边它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会有个这个哦这个地标哦，就是这个 Soya Misaki 是日本最北边的哈、哦、的北海道最北边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 Soya Misaki 哈、哦，有这个地标哈，好、哦哦，这个地方叫 Soya Misaki 哈、哦，叫什么中哦 ，OK 哦，好，从东京。库鲁马德开车到这里要1500公里哦，所以非常的远哦。好，就是这个地方哈、哦。好，好，卡拉从哈、哦，从这个日本最北边的这个中古峡哈、哦，ソヤミサキ，以及キロクライの海に哈、哦，从这边哦，大概距离1公里左右的海有没有在那个海上？ヒトガ哦，这个主持人，圣德以奈哈，圣德以奈就没有住的，没有人住的哦。变天島という島がありますあ、哦，という是叫做有一个叫做变天岛的岛哈、哦。哦，好，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没有人住的一个无人岛叫做变天岛哈？という是叫做一个叫做变天岛的这个无人岛。好，我们看一下。啊，无人岛叫什么？哦，无人岛我们学校没有人住的岛叫做无人岛哦。哦，他说母金托哦，母金托是无人岛哈、哦，音读嗯。哦，所以一个叫变天岛的无人岛哈、哦。嗯，我们先看你就可你几变天之马喏，无畏呀。吉卡库诺乌米尼哈，在29号，在那个2018年3月29号，在变天岛的上面呀，或者是吉卡库附近的海上哦，尼森托一九哦，有超过2000头的托多海狮阿兹马德伊马西达，聚集了超过2000头以上的海狮。我来看一下哈、哦，这个照片哈、哦，我先讲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哈、哦，先不要看哈、哦，因为看了会觉得很恐怖。哦，好，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刚才那个讲的哈、哦，变天岛哈、哦，北海道最北边那边的哈、哦，有一个叫做变天岛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哦，你看这个变天岛是一个很小的岛，然后海狮全部跑过来有没有？所以你看。海狮哈，海狮聚集有没有？哎，哦，你看一下哦，海狮聚集哦，很恐怖，全部都海狮有没有？哦，好，哦，全部都海狮有没有？嗯，变天岛有没有？哦，全部都海狮爬到这个岛上面来。OK 好、哦，好，哦，那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呢？哈、哦，看一下哈、哦，这全部都海狮，变天岛这么小，啊、聚集这么多海狮，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看起来很像那个蛆，有没有？哦，蛆知道吗？哦，看一下，哦，好蛆啊，乌鸡啊，啊，蛆叫做乌鸡。哦，区叫做无机哈，好、哦哦，我们来学这个字哈、哦。哦，区叫做无机，有没有？无机，无机，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区的这个解释哈、哦，我们看看这个蛆哈、哦、，hi 就是那个苍蝇，哦 ，hachi 是蜜蜂哦 ，OK， 等一下，啊、哦，这个 hachi 是蜂哦，蜜蜂的蜂，哦，啊前面那个 hi 也是苍蝇，哦，这个苍蝇就写个蝇就是苍蝇哈、哦，所以 hi hachi no。哦的幼虫有没有？幼虫我们的我刚才这边有查哈、
幼蚯，幼蚯。哦，幼蚯是幼虫哦。好，所以这个，哦，幼虫叫幼蚯哦，所以这个蚯哈，乌鸡哦，乌鸡啊，乌鸡是那个苍蝇跟蜜蜂的幼虫，好、哦，好，哎，那我们这个一级可能会考这个哈、哦，我看一下，好、哦，这边有个片语哈、哦，我们来教这一句好了哈、哦，好，这个便所没有，便所就是厕所哈。哦哦，叫做变酒鸭库萨达吼，好，你这个腐败的话是库萨鲁，哦，库萨鲁，哎，过去式库萨达タベモノニズク吼，你指对象这个是附在上面吼，所以这个蛆它会在哦会在这个厕所还是这个哦腐败掉的食物吼，你吃苦吼，它会附在上面，哎，嗨喏。幼蚯哈，然后这个苍蝇的幼虫，杀死是指哈，指什么意思？指是苍蝇的幼虫哦。蝌蚪噶欧伊哈，它这个蛆哈，哦，一般是指那个哦那个苍蝇的幼虫哦。无忌。然后它挤蜜蜂也是啊，但是人一般比较少想到蜜蜂哦，因为蜜蜂的幼虫我们人可能会拿来吃。那、啊、可是苍蝇的幼虫，那个蛆好像比较少人吃吼。因为那个蜜蜂的幼虫可能是吃那个叫什么？可能吃那个花蜜啊，然后感觉比较干净哦。那、啊、苍蝇的这个幼虫的这个蛆可能是吃大便，感觉比较不干净。好，那就是扯远了。好，那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个字会考吼，这个。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它会考这个字哈。哦，乌鸡该挖苦，哈、哦，哎，好，会考这个挖苦是哪个挖苦哈、哦？好，这个挖苦汉字写个这个蛹，这个这种蛹挖苦是什么东西出哈、哦？涌现什么出现哈、哦？叫做挖苦没有？比如很常讲的勇气该挖苦，哦，就是什么？哦，就是勇气涌上来的，就是哦，就是。某个人原本很害怕，Yuki 阿库就是他全身哦出现了一些勇气哈、哦，浮现了一些勇气哈、哦，哎，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哈、哦。但是这个挖苦的话，它很少用的一级最喜欢考哈、哦，很少用的就是哈、哦，你看一下，原本挖苦有突然出现，还是什么液体从地下涌出来冒出来，还有那个哈、哦、蚊虫滋生这样子，嘿。所以你这边的乌鸡嘎哇苦，这边是你汉字写宇个宙用，が湧く。就是蚊虫滋生的意思。哎，好，我们看一下。哦，啊这边是，哎，乌鸡嘎哇苦哈，乌鸡嘎哇苦哈。好，那他这边用喜欢写这个用来做区分。哦，然后什么泉水涌出来是什么浮现出什么勇气的话，他喜欢写这个用。可是，如果是蛆那种东西，虫的话，喜欢写这个。OK，然后一级就很喜欢考这个，一级很喜欢考什么？你看一下、哦，我们这个挖苦一般用的意思是什么？哦，我们刚才说什么突然出现啊，突然出现什么勇气啊，还是什么液体从地下冒出来啊？哦，然后这个蚊虫滋生，这种意思很常用的，一级就很喜欢考。那如果要考一级的人，我是建议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例句有没有？你会的你就不用抄。譬如说什么，吉卡水嘎挖苦哈，地下水涌出来了，没有？阿拉塔那又提嘎挖伊德克达哈，哦，新的勇气浮现出来了没有？哦，OK，这种的话你就不用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他一般的意思，大家都会的。他会考就是这种比较少用的意思。好，那我们扯远了，我们昨天讲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哈？哦，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变天岛了没有？嘿，然后海狮聚集在这个小岛上面，看起来像蛆啦，有没有？嘿，像，哦，像很哦，蛮像的，哦，颜色跟那个都蛮像，可是拉近一看的话，都是那种海狮，有没有？哦，那扯远了，哎，
好。哦，トドは冬になると、哦、时间、哦、加尼那鲁加头一到什么时间、哦、所以这些海狮一到了冬天，キタの方から、哦、后是哪一个方向、哦、所以从北方，卡拉从北方，北海道に来ます、哦、从北方来到这个北海道，从北方南下到北海道来，哦，そして暖かくなって、哦、然后变温暖。啊，它大概是温暖哦，加拿鲁是变成哦，所以然后变温暖的时候 ，kitani modoru 哈，好，那个 modoru 是自动词回去，哦 ，modoru 是自动词回去，好 ，kitani modoru 回北方，然后他们就会回北方，哦，回到，哦，回到北极有没有？哦，麦尼他们在回北方之前哈。在变温暖回到北方之前，哦，变天吉玛尼，哈，变天吉玛尼，达库上阿兹玛里马斯，哈，他们会很多的会聚集到这个变天岛这个地方。神梦卡哇，哦，神梦卡就是专家，哈，好，好，你看一下上面 talk a day 吗？是谁讲了什么？哈，所以主持讲了什么？所以这个主持是专家，专家讲了什么？神头一九呢？数字加一九是超过，所以超过一千头的。トドガ的海狮，ヒトツの場所に集まる哦，聚集在一个地方。哦 ，OK，OK，、OK, OK, 啊，这个加这个 no 是名词化，你阿兹马鲁是动词，动词加 no 是名词化，名词化你才可能放在哇前面当主词，有没有？世界 demo 哈，聚集在世界上。珍しい是很珍奇的、很少见的哈、哦，说什么？专家讲说，超过一千头的这个海狮聚集在一个地方，这个是哦，在世界上这个是很少看得到的，有没有？好，弁天吉满哦 ，no 吉卡库 day 哦，吉卡库是附近名词哈、哦，所以名词 no 名词 day 是在弁天岛的附近。好，这个 taco 是章鱼 ，otoru 哈、哦，好 taco otoru 这个是抓章鱼哈、哦，好，我们看一下。好，你的头颅一般会写取、哦、就是拿什么东西、哦、OK、哦、还会写这个写、哦、这个捕的时候就是抓什么东西有没有？好，譬如说抓鱼哈 ，sakana o toru 有没有？哎 ，OK 哈、哦，那一般初级的时候，它的汉字比较不会给你写这么多、哦、所以你这个头颅、哦、他们原本就是这个头颅，就是抓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哦哦 ，OK， 那如果你如果是青菜嘞，哦，番茄的话，哈、哦，好，就用这个 toru 哦，譬如说采收番茄，哈、哦、，tomato o toru， 哎，好、哦、，OK， 那你看一下这边哦，那你这边是 taco toru 就是抓章鱼啦，哈、哦，哦 ，taco toru 是抓章鱼，哈、哦，好。哦，仕事してる哈，在做什么工作的哈？啊，ている是状态哈，ている有正在啊、状态啦、哦、重复啦、哦、那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状态的，就是在变电脑附近抓章鱼的。男生哇哈，就附近的这个的渔夫我们要哦，渔夫我们叫做哈、哦、，OK 啊、哦，哎，渔夫。看一下、哦，嗯，好，我们这个渔业叫做 “gogo”， 有没有？哦，好，嗯嗯，渔业叫 “gogo” 哈、哦、，OK。嗯，渔夫有点忘记了哈。哦哦，汉字叫哦鱼，等一下查一下，叫做鱼丝啊，嗯，忘记怎么样，忘记就查哈、哦。
我说我忘记那个汉字怎么打，我们可以用这个写，有没有？喂。哦，啊，叫六喜有没有？六喜。六喜，哦，啊，这个学起来六喜哈，常常还忘记怎么办？再想，然后再就是这种又你忘记的话，就再查一查背一背，然后忘记再查一查背一背，啊，经过反复的刺激的话，然后。人的记忆，哈，人大脑记忆就是说，你忘记再背一背，忘记再背一背，经过反复的刺激的话，你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单字背起来。譬如说，一个单字你可能要忘10遍、20遍、30遍、40遍，然后一直回去回想，好，然后再写、再抄，然后再背，可能要几十遍，嘿，对，一个单字就是忘几十遍，然后再去背才背起来，吼，懂吼？好。啊，六喜哈，这个六喜，于是就是渔夫的意思哈。好，就这样。好，好，那我们先看哦。哦，所以这边有个男性哈，就是那个于是六喜，就是渔夫哈。他什么？トドは可愛いですか？哈，可愛い是很可爱哈。你大主词是什么？这个トド是海狮，大主词是海狮。然后第一子句哈，第一句是什么？卡哇伊，第一句是很可爱，哦，那你点一点是下一句，哦，嘎是什么？但是嘞，哦，好，我们新的单字哈，好，你看一下，好，这个卡狗就是笼子哈，但是这个卡狗一般主的是那种竹笼哈，竹笼，我们看一下，哎，就是，好，我们看一下竹笼。好，这个卡狗一般是指这个哈，这种竹笼，哦，我看到哈，这种竹笼叫做卡狗。好，但是你如果抓章鱼的哈，那个笼那个不太一样哈，我们看一下，抓章鱼的是这一种，哦，抓章鱼是这一种，嘿，好，好，这边有个新单字哈，我们学一下。哦，做章鱼是这一种啊，把这种笼子丢到海中，然后章鱼的习性就是它会，很像寄居蟹会去找壳哦，章鱼会躲到那个笼子里面，它、啊、躲到笼子里面把它捞起来，它就被你抓到了，哎，好，那我们来学一下这个哈、哦，好，タコ漁，好，你前面是什么鱼哈、哦，后面写个什么这个，前面是什么鱼，后面写个鱼哈、哦，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捕抓什么鱼的意思，哦，捕抓什么鱼，哎，哦，好，就叉叉柳哈、哦，这个鱼那个鱼是念柳啊，塔沟柳就是捕抓章鱼，嘿，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抓章鱼的意思，哦，啊，这样会吗？哦，他扣留就是抓章鱼，吼、哦，哦，然后抓章鱼的话，他们就是丢这个，吼、哦，我们刚才说什么？丢这个笼子，哦，或丢这个壶，吼、哦，就是那个很像我们那种酒瓮那种东西，好、哦，然后利用章鱼的习性，你把这个丢到海里的时候，章鱼会躲到里面来，哦，躲到里面来，然后隔天还是过几个小时再把它捞起来，里面可能就会有章鱼，章鱼就会从里面跑出来。OK，好，那我们这个湖叫做，我们的湖叫做淄博，有没有？OK，好，譬如说，我们如果去那个四国哈，吃那个火车便当，有没有？哦，在四国那边可以吃到 Taco Bell，就是章鱼便当哦，章鱼火车便当哦。哦，火车站叫 Eki，所以 Taco Eki Ben，就是章鱼火车便当。
那这边那边的特产就是抓，就是四国哈，那边有个，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是 Taco Bell 哈 ，Taco Aki Bell 哈，章鱼火车便当哈，因为他们当地在明石海峡那边哈，就是那个四国到这个本州有个很大的跨海大桥，然后在五指公园那边，那边的漩涡非常的强，然后漩涡非常强的地方，那边的章鱼跟鲷鱼会比较好吃，因为它漩涡很强嘛。然后你的鱼在里面，你要一直运动，你要一直运动，然后你会有瘦肉，会有肌肉，很像我们的那个放山鸡，山鸡它比较运动，会比较肌肉比较好吃。所以那边的特产就是这个，就章鱼，然后他们用这个湖去抓章鱼哈，而且所以他们那边的。去那边玩的话，那我们要就是要去买那边的火车便当哦，然后你就可以吃完，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当纪念，哎，这个应该是小小的啦，这个蛮特别的，有没有？这个可能一辈子才去一次啊，有没有？这个不错哦，四国那边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什么？抓章鱼有没有？大概北海道他们用这个笼子有没有？这边是福库西马福岛那边的上次那个核电厂那个有没有爆炸那个有没有？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我们刚才讲的叉叉柳这个。你叉叉柳汉字写个鱼就是去抓什么鱼的意思啊 ？Taco 柳就是捕章鱼，譬如说卡尼柳，卡尼是这个螃蟹，卡尼柳是什么？就是那个抓螃蟹就是捕螃蟹我们看一下。大家好像看那个 Discovery 的影集就是他们会有去抓螃蟹那个有没有？说很危险，然后薪水很高我有看过这个影集。叫什么？所以你什么鱼写在前面，后面写个柳就是抓什么鱼好，这个卡尼柳就是那个OK， 就是抓这个卡尼就是抓这个螃蟹有这个求职情报这个多少钱？我们看一下，有吗？看一下多少钱？好像这一次讲太长了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这个抓螃蟹的多少钱？很多工作可以找好，手机跟手机起来手机你哪里带OK， 时薪19万到30万抓螃蟹到底在哪里？抓螃蟹可能要搜索了现在懒得搜索了。好，那扯远了好，那我们刚才讲一句所以卡古诺那卡卡拉我们刚才从这个竹笼这个卡古蒂是可以煮竹笼啦，或者是那种金属的啦。我们刚才说卡古是它只写个笼是指竹笼，但是这边的话，我们这边的。指的是那个金属的那种抓鱼的、抓螃蟹的那种，抓章鱼的所以从这个笼子，那卡卡拉从这个笼子里面有没有 taco o dashide taberu， 好，这就是重点，这就是这一篇的陷阱好，我们大主持就是 todo， 那我们第一小句就是它卡哇伊这个海狮很可爱，那第二句嘞？我们说主持做动作所以你的 TOTO 海狮 DAS 会拿出来
然后他会把什么拿出来？他会把 taco o das， 海狮会把这个章鱼拿出来，然后从哪里拿出来？从这个 taco ni 哈，从这个捕这个章鱼的哈，从这个笼子里面把这个章鱼拿出来。哦，所以他们很聪明，他们可以把这个笼子哈。啊，讲错了，把这个章鱼拿出来，从笼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塔贝鲁，然后再怎么样，然后再把它塔贝鲁，然后再把它吃掉。好，那你两个动词中间用那个 te 哦，所以他会把章鱼拿出来吃掉，哦，从笼子里面拿出来吃掉。komade imas， 哦 ，komaru 是伤脑筋，那，啊，这边是谁伤脑筋？这边是，这不是海狮伤脑筋啊，因为海狮它吃得很爽嘛，是那个渔夫伤脑筋，有没有？好，往下看。と話しています。哦，说这样讲，渔夫这样讲。おととし，哦，这个字典参考哈。哦，おととし，おととし一周年就是前年哈。好，おととい，おととい一周日就是前天哈。一叫おととし，一叫おととい。好 ，OK。おととし前年的哈。4月から去年の3月まで，从前年的4月到去年的3月，1年に弁天島の近くでは，在弁天岛的附近、トドが原因で，好，这个原因で很常出现在文章里面，原因で就是以什么原因，以这个这个て我们可以翻以还是是，这个海狮是原因，或者是海狮这个原因有没有？哦，海狮就会吃他们的章鱼这个原因哈。roku 哦 ，oku and kurai， 大概有日币哦六亿元的 higai ga arimasu 哈。好，这个被害就是灾害的意思哈，所以有这个灾害哦，有六亿元的这个灾害哈。哦 ，OK。这2000头海狮，哦，然后他说，前年的哦四月到去年三月，哦，大概吃掉六亿块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渔业的那个，哦，嗯，这些鱼啊，哦，什么章鱼什么的，哦，好，为什么？因为海狮一只有好几百公斤，而且几千头，2000头，哦，那他一天一只就要吃多少啊？没有？哎，很恐怖，嘿 ，OK， 哦，你看海狮这么大只，吼，哎，所以一天一只就要吃多少东西了？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吼，哦，我看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海狮，哦，好恐怖，人这样子而已，这么大只，哎，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废话比较多。